是大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我现在在建新东京机场里面。看三楼有什么？因为来的比较晚，很多人都关门了。有几个月没来这边了，这边变化好大，很多档口都不错了。太影响，太影响。15寸的大低音棒。Yeah.
社区这边就先到这里了，我现在去解放中路那边，拜拜。